所以你买了螃蟹啊？嗯，95块钱，30只。好好吃哦。34、30只猪。99、30只啊？嗯。好吃啊。很实惠的。你是不是上次看到，看到你堂弟他们买来吃？啊、哦，你就买啊？是啊，他们那时候买那个14块钱，14.8一个，一只。那这个不会，他们买一只这可以买3只，吐了。嗯，我感觉臭臭的。那死了3天了，应该。肯定死了。3天到这自己就死了。我知道，我这样想。啊，不，你问你问放冰吗？哎，味道香。啊，冷的，点的呀。低吧。贵低。冷冻梧桐老了嘞，是吧？嗯。梧桐这10块钱多呢，反正3块钱多。他比他买的划得来多了，我那个跑粉喽。不出来了。地上不喂。嗯。啊。嗯。冷的，点的那玩意。我了老乡了，分你们多分。跑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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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是绑线位。那你那家是也多啊？啊？那个本也可以偷来。有些人死。这个是不是死了？你拿出来先，分的。那些不动就是了。死了吗？这个也死了，那都死了一大半了。嗯。N6。哎，掉不低呀，不低掉，零零。大家。是。是。是你。是你。16只。死一半多。16只死了。我现在把这个活的给蒸了，他退了一半钱给我耶，还蛮诚信的啊。嗯。蒸15分钟，15分钟吧。咚。哇。熟啦熟啦熟啦。这么多，那你吃，你还想吃吗？还想吃。那下次再买。我跟你说，那个老板说，下次再下单你。给我备注一下，多送我们几只。这么好啊！嗯、天哪，这么好的老板。因为他说我们吃个蟹不容易，还跑那么远，跑到县里那么远去拿自己。我还以为你说他们送回来呢，送到县里面啊。嗯。谁叫我们这里三个沟呢？他送到我们县里面，我还跑到县城里面买。其实我跟你说，不管说。到后面剩下多少只，我们在他们那里买都划得来、嗯，都划来。对，我们这里一只10多块钱，他这里一只才3块钱。是啊。我们家吃一只，他这里可以吃多少只？3只。4只。3只。14.8，他这里3块钱一只，4只。四只，这个。你说呢？下次我一定要多买几只。因为我是吃货嘛，下次再买。他们家还有很多海鲜的。有啊。下次我就到晋城去吃。嗯。等等我。我开始吃蟹了，蛋了吗？嗯。有了蛋了，有那你不会？啊。嗯。还没挂了，有个大光。啊，对。要吃啊，我要吃光它。我要吃啊，我要吃光它。